大家好，我是巧宁。大姑父打了好几遍电话了，要干开票，现在已经4点了，才刚4点，大姑父就打过电话来了。哦，姑父准备好樱桃了。还得吃杨桃了，哦，太棒了！一边吃杨樱桃桃，一边看唱票啊。大姑父说他准备樱桃，一边看唱票，一边吃樱桃。姑父进来了就不能讲话喽。我们这个活动中心有2个里，所以有2组同时唱票，声音比较大哦。已经开始唱票了，左边是总统票，右边是立委票。姑父啊，今天他们都在家里休息，让表妹表弟他们把电视给你连在手机上，大家一起看。刚才姑姑说全家都在等着看唱票，还买了樱桃在家里吃着看票。侄女在台湾，他们真的很重视侄女的生活。好了，姑父，我不要讲话喽。
看他都罹患了，你看，这些选务人员真不简单。二号赖清德一票。二号一票。二号一票。二号赖清德一票。二号一票。二号赖清德一票。二号一票。二号一票。一号柯文哲一票。三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三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三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二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二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二号一票。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一号一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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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一号一票。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一号一票。一号一票，一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一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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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，五票票一张，五票票一张，三号侯友宜票，五票票一张，三号侯友宜一票。二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票，二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票，二号一票，二号一票，一号柯文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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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。二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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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眼睛绿了，换眼镜了，二号一票，看了一次又换好几个眼镜，姑父你看我们这边。选票没有了，他就把箱子给我们看看，完全是透明化的。箱子放一边，等一下要装。二号赖清德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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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一号柯文哲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二号赖清德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，三号侯友宜一票。姑父看到了吧，总统票唱完了，这边就是这样透明箱子给我们看，这是总统票和立委票的结果出来了。好了姑父，我们先再见喽。哎呀，90多岁老人家真有精神，一直看完累得我拿手机的手都发酸。今天的直播大姑家表弟表妹都在一起看，所以大姑父一直没讲话，怕影响别人看。六号一票。
票。哦，这是政党票。无效票一张。看完政党票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主制，我们的总统我们说了算，谁能挺台湾，我们就投票给他。结果现场开票，透明公正，这就是我爱台湾的理由。这边结束了啊？这边结束了。好了，回家了。看胡夫又打过电话来了，人家爱上台湾的选举了。影片正要上传，姑父又打过电话，也已知道选举结果，真诚地说了一句话：我终于搞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爱台湾了，就是民主自由，希望台湾更好。民国出生的大姑父说了这句话，我真的感动了，因为他们认同我在台湾的生活了。